在一宫，三一宫，坤道一宫，在一宫，三一宫。恭请莲师慈悲，坤道一宫，坤道一宫，莲师晚安。
迄叫做讲无量寿的物件。所以呢，苦足不如苦足诸寿。所以每次到位，都讲个啥物件？就咱咧讲讲，我哋去到位吼，咱学下苦足诸寿。因为毕竟不如三十年少，有八十种好。不过因为这个诸寿有三十年少八十种好，因为这种就是因为你讲佛，伊护足一切诸寿的物件。不过因为这物件，咱最主要咱一个研究，因为咱一个研究这物件，这是互咱大家修互咱发展的尔。因为因为要讲这物件，讲到三十年少。到八十种好啦，或者应该有足侪时间爱去做这物件。但是咱若要爱这物件，咱的电脑离迄个个离迄个网络啊，有三十以上，这物件就造出来了。哦，一年三十以上，包括八十种好，包括八十种好内底，恁若详细去看，所以即款咱的电脑有出来物件，互咱知哦。不哩三十以上是咧讲啥物件，啊，不哩八十种好是咧讲啥物件。啊，因为讲到诸寿，诸就是讲佛有护足，如来有护足诸寿的吼。比如伊有来有护足三十年寿，有八十种好，会当即个寿。啊，因为即个寿内底当中是咱吼拄只，咱今日就研究者啦吼，是互恁知影讲啊，即个物件伫遐吼。那因为咱今日要研究啊，咱吼。就是咱拄则咧讲个即个诸相，就是讲拄则你有通看迄三十二相吼，伫迄三十二相啊八十相好。不过呢，咱开始以前，咱先来甲读一段啦吼，因为囡仔可能会经过了21分来吼。啊，娑婆提，娑婆提，故以云何？故以云何？如来可普足诸相见吼？如来可以普足？不了世尊，不了世尊。如来不应以苦足诸相见。如来不应以苦足诸相见。可以否？可以否？如来说诸相苦足。如来说诸相苦足。即非苦足。即非苦足。是名苦足诸相。是名苦足诸相。因为你这道当中啊，啊，佛啊叫啥是菩提？因为咱知影，离金刚经啊，娑婆提，拢甲佛，因为伊一个当机者，啊，同义者。因为当然，离佛的内底当中，要讲到这深妙的道理，若要有娑婆提解放地，是这个程度，咱基本上要了解佛的讲这道理困难。所以因此，人少着娑婆提。娑婆提基本上来讲起，伊有点是啊，拢捌这道理，但是伊拢啊变作唔捌，来咧问，来咧对答，因为为着安尼啊，要让伊更加班上的人，来甲咱讲理法会上的人，更加了解伊能分咧讲的道理。所以伊哩开始，伊就讲咧，伊哩娑婆提故以云何？娑婆提在你心底，在你心底下。以为你的想法怎么样，不得直接就能说的。好，无以为何，你的心理上啊感受的如何？如来可以普足诸相见，吼、哦，就讲如来可以普足诸相，咱进前甲咱讲的，这个、如来普足诸相见，吼、哦，这段话，诸相是指三十二相，所以这三十二相就是佛。而这个呢，应化心相，因为咱知影，这三十二相来讲起来，哦，
你想讲啊，咱故意了解，因为佛为化众生，啊，因为人到处显化啊不同的形象来救度众生，有阵只示现老人，有阵只示现的祖因啊，有阵只示现的作庄严，有阵只示现伊敢若作无庄严，哦，拢总无相像，所以有二三十以上来底当中啊。拢是因众生的内底当中啊，咧度化众生。但是因为咱知影，这个时阵有这三十二相，这个叫做因心相、因化心相吼，这个咱知影。咱拄则讲，啊，就是讲伊处处度化众生，吼、哦，比如讲今日伊伫地府，伊现在相都无修行；伊伫因果菩萨，吼、哦，伊修行阿罗汉，伊现在相都无修行。当然，伊菩萨伊个现个相都更加庄严，都无相像。所以，伊到处所现个相，完全拢无相像。所以，即个地方啊，就是讲苦集，苦集诸相。迄、那个苦集诸相是指报身不相。所以，即个地方苦集，这两句啊，这两字啊，咱无过去不常讲。佛加上即个苦集内底当中啊。有相，人讲心有无量相，那相有无量好，啊好有无量的庄严。这个讲起来用无量来解说着苦集这两句话，跟你讲起，唔是乎你用世间法会当去甲做一个量身定做。所以这个苦集叫做苦集一切，跟你讲起来是安尼，叫做无相量、无量相，世间人、世间相。无一个人比伊啊，这个较重要，这个相，所以苦集诸相，就讲证明苦集色心，咱知影，迄是一个宗相。咱话如今接触已经解讲到正清楚，迄、那个宗相，就讲化心相、报心相、应化心相，叫做三心佛。三心佛基本相关的就是因一心佛。所以佛有三心佛，咱六祖人讲有清净法心佛，有圆满报心佛，有千百万年的化心佛。其实三心佛总是一佛，啊，拢一直去演化起的物件。基本上来讲起来，你八三十二相、八十相好，嘛是拢是一个哦，一个那法心佛去演化出的物件。啊，所以因为伊头前咧讲，如来护足色心变化。如来可以辅助色心变化，即部分就是讲佛的宗相，因为佛的三心佛嘛，叫做色心作三相，但是头前都加一个辅助落去，所以唔是一般着咱世间咧讲世间人的色相，唔是先解释啊。所以迄个辅助就是讲无量相，所以一点人来了解。所以换一个解释就讲，佛伊头前段就是咧讲啥物啊？要见到如来发心，伊就一直咧比如，一直咧延伸比如来，讲佛可以辅助，哦，这个三心佛来见到如来发心好，伊咧问这个物件，答案是呐，佛也世尊，如来非不可以辅助色心见，哦，如来说辅助色心，即位辅助色心是名辅助色心，伊个答案是不可以。因为金刚经第五分就讲讲，凡所有相，拢皆是虚妄的物件。你要用什么心来看，拢无可能的物件。所以虽然佛伊的相，伊用到三心佛的相，才叫咱庄严，嘛阿无都见到如来法身。原因是对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句话咧，一定要记住。所以佛得用着第二段来做比。用到第二段来做比喻，第一段叫做苦集色心，用三千分抽象；第二段叫做苦集诸相，迄叫做别相，不能别相，用别相来比喻。啊，不能别相来比喻呐，就三十二相，有别十相好。安尼咁听意思，应该安听意思啦吼。所以呢，第二段诶，对苦集色心叫做别相，吼头前迄段叫做中相，后头叫做别相。安尼，咱直接了解讲，哦，或者讲苦集色心、甲苦集诸相，这两种啊，伊个意思。
虽然拢总咧用延伸咧比喻，甚至我都用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甚至用三十分会当见到如来好，但是伊用安一直推落来啦吼，一直推下来，结果拢总无可能啦吼，所以别相，什么叫做别相？特别之相，迄、那个特别之相，就咱头仔拄则讲，有苦集两义，迄叫做无量。咱一定来知影，咱人一直要用着世间法，会唔会去看到迄种佛的庄严相？咱看到拢是咧，咱看到可能拢是插头，咱看到拢是目睭，去到庙寺看到拢是这物件尔啦吼。无从真正看到佛的迄个真正的法相。那因为迄个无量就是咧讲讲若即定相，若即定相就是咧讲。咱这头壳啊，迄个落基定相来讲起，迄拢是无量相、无量、无量好甲无量庄严的物件，拢用无量来做些解释了吼。所以伫这个当中啊，释迦牟尼佛啊，吼、哦、啊，释迦牟尼佛啊，这个蒙师法界，如来可以普及诸上见吼，是乎可以用报身佛的种种的差别相。报身佛的种种差别相，差别相咱知影啦吼，比如三十二、八十种好的种种差别相，具足啊，之虽然好，见着发心吼，得着如来发心吼。所以咧，你段当中咧，就先甲讲吼，佛了世尊，吼、哦，伫这段当中，甲咪讲，啊、哦，当然佛咧唔是菩提啦吼，甲咪咱辅助色心，或是佛的种相、三十二相，第二段我咪要用伊的别相，吼、哦，如来可以辅助诸上见吼，是吼，到这个佛相啊，种种的差别相，辅助诸相，啊，其虽然好去见面如来发心，结果是哪？不了世尊，所以我的回答是讲，不了世尊不可以啊，不可能啊，如来不可以普及诸上见好，这是因为释迦牟尼啊回答到这个佛的这段话，哦，这是如来指这个发心如来，发心如来的这个发心，大家知影，这是一种无相的物件，哦，无法度来用目睭去看到的物件。无形无相的物件，所以这个无形无相的物件里底当中呢，里面用到一种的表象，哦，你去看这物件，我以报身苦集诸相来看到发心如来的物件。咱是安尼讲，咱家己有一个哪，有一个自性，啊，这个自性就是咧讲迄个无形的物件。随时咱有心劳别墅，有心劳别墅，心劳别墅。是拢对着咱，对着咱的发心分出来。今日若无迄个发心分，咱基本上来讲起来，若无所谓的生老病死这物件。但是这个发心分，该建立这个肉体，已经落入这个肉体，所以有落入阴阳内底来。这个五经，咱落入太极，落入咱阴阳二象内底当中，咱就哪，咱就生老病死。然后生老病死当中呢，咱就开始有病痛，咱就开始有生病发，咱就开始有啦，有足济物件。但是足济物件
随时拢是离咱迄个发心不出来。但是咱今日要爱怎？迄个发心不，伊是一个中文头，甲你讲起来，迄个中文头的物件，迄叫做实相啊，真实是真实实相。迄个当中，迄个真实实相，迄个当去容纳一切。所以咱今日所有的物件，拢无离开迄个物件。所以佛教上当来讲，是一个叫做空性。你佛教上当来讲，叫做空性。那道教上当来讲，叫做道。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啊，名可名，非常名。道会当讲的道，非是常理不变的道。名会当讲的名是非常，非是会当讲的一个常名。因为迄拢是一个方便的啊，一个解说。但是咱今日咧学是咧学啥物啊？当然，咱今日学是因为要跳出着迄个对法，要进入实相法。啊，要进入着实相法，就是迄个叫做你佛家来讲个叫做通性。那因为咱人来到这个世界，一斤啦，一斤米也轻，啊，一斤执着也轻，所以你讲放弃着世间的迄个执着，放弃着世间迄个对法。要进入了迄个实法，哦，迄些是难用的物件。就参照你一个囡仔，伊囡仔已经习惯，你是教门锁啦。你讲要教迄个囡仔当门锁啦，唔是遐尼简单当。你一个人已经食薰，食已经掉咧，也食薰了哦，忘讲哪话。你要叫伊改掉食薰，迄嘛是遐简单。所以讲，咱你讲，哎，都放下就好啊。是咱你讲放下。放弃你念着，你讲放下，对吧？你看我多，哦，一个凊彩伫世间话，你念着，一年要计放未开，当时也艰难放未开。何况咱六万多年来，咱个祖先的你念，你这个世间话内底当中呢，你六根念六定，你六根六定心六识，识就是你咱个意识个内底，你你念念内底要起到这物件，咱永远。无法度人离开，尤其咱讲到着啦，讲到着佛的宗相，讲到佛的别相，讲到佛法，因为哪个？因为进前，哦，佛甲你讲用着啦，三千大千世界七宝，一用布施，是因一是因缘，一同缘分多好。进前就甲你讲，你要用三千大千世界布施，但是你要哪用过去心不好的心。现在心不可定心，未来心不可定心，用三心不可定的心来布施三千大千世界，或者解释，那叫你如是布施，简单讲。但是，迄个就是讲，你要布施这物件，你就一定要去除了你的执着，哦，你的执着，等于简单讲不可定，哦，这条线。但是，不过二十分来，伊就叫你啊，伊就叫你。理性、理性、理性、理性，比着咧理，迄个啦，比你咧用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啊，就较歹念。是咱较歹念咧，因为咱当劫啦，咱有信佛，啊，咱有含佛。但是你讲叫伊理性，要叫伊离佛的三千佛，甚至要叫伊离佛的诸法相，甚至后到第二十分分来。一定要离开呐，含法相也要离开。不过，如来有所说法咯，到第二十分就咧讲这物件。所以，你爱看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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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咧甲伊破相、破相、破相、破相。离相、离相分，唔是甲伊破相嘛？那因为今仔日金刚经十九分、十八分，第一十八分的社会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吼、哦，迄唔是咧甲伊破相嘛？就是讲叫你。布施会使得上，哦，到二十分来，就是讲含佛的法身，含佛的三心，迄、那个宗相嘛会使得，含佛诸相嘛会使得。各位，恁应该看卖，咱今若要讲要妙事，咱袂歹。妙事若要归尊佛，你嘛袂歹呢。妙事若要归尊佛，你袂歹呢。因为呐，你认迄归佛、归尊佛上呀，你拜呢。你唔是真正明心见性咧拜，你唔是。啊，无我请问，对一个部分，对一个部分，处处拢都是佛啊，是不是啊？上面目标家己处处都是佛吗？
但是咱众生就是呾执着，这物件无这物件，我拜佛。啊，因为佛就是讲，你今日是安怎，因为你用这个相，因为这个相就是咩呐？烦，这个叫烦恼众生。那个烦恼的众生，你无这物件，伊袂拜。所以人讲，佛是应烦恼的众生，而且设定众生的意境。咱迄个答复，但是应我身上，是咧讲二性人，二应二性人的相。不是论是应菩萨的相，不是论是应菩萨的相。所以应的结界，应的相，拢总有相。所以今日讲到这个所在，啊，就是讲讲佛，哦，因为伊的哦，伊的宗相，甲伊的别相，拢总会相接。所以咱讲不是佛相，不是佛相。虽然有这个好庄严圆满的佛教，在发心上的贡献，凡所有相，拢皆是希望。发心上咱听好啦吼，发心上就是咱佛的迄个自性，或者解释就是恁大家自性。简单讲讲就是恁大迄个无形的自性，迄叫发心啦吼。伊是真空当即个物件，哦，很赞奇，哦。迄、那个湛就是讲很清、很清澈、很清透，极就是极少的物件，极就来讲叫极净的物件。迄、那个自性就是讲完全就一点不了的物件，是无常、无常发生，所以不应以捕捉诸相见。哦，这个道理啊，只是咧推广，就是咱主讲讲的，对呐，对宗教开始推广到呐，到别相来啦吼。所以呢，宗相甲别相，拢总袂使接，一接就袂当接到发心啦吼。所以如来讲叫咱种依怀。复制断记事本。复制的字甲断坑到记事本。所以这个当中呢，哈、哦，这段当中啊，吼、哦，咱经啊，咧讲的是啊，讲到这个这个抽象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个当中来讲，啊，不如三心佛啦，吼、哦，不如三心佛，吼、哦，都不是用那个泥塑的啦，吼、哦，那个雕的物件，应化心三十二相，应化心恁听好了吼，伊、哦、应化伊对一个所在。应化兄姊妹的迄个相，需要迄个相去救苦救难啦吼。咱即个我们的现金啦吼无够，所以业障清单无有，无法度甲佛同时出世。那么咱看到佛同时在印度以应化心，佛同时应化心相，我想师父弟子一定当看到吼。所以迄个当中呢，啊虽然是清净发心啦。哦，咱一定会知影，你一切诸相，大法通证明诸佛啦吼，无所执着，那叫证明，吼，那叫证明啦。小行人叫做回小向大，所以咱佛在早年在金刚经上讲，如是我们一时佛在下面时，即修得果道，故大必究上顶，迄、那个大必究上顶，有一个大，迄叫做回小向大吼、哦，所以迄个东西。1256户，这人当时是用修法的，啊，就是因为佛陀来度入来，哦，这个福慧上，所以佛因为因阿无住，伊人入来到这个啊福慧上，因此佛为着要做一个宽法，啊，顶原来是一个叫做大，叫做大必清净，所以回小向大意思是安尼来，就是我的一进到阿罗汉，因为伊现在在咧修大乘菩萨。修大乘菩萨道，学大乘菩萨道行啦吼。咱佛祖同我讲，一个修大修，这个大乘法的人，因为伊会不断的用功，伊会捕捉到什么呢？咱佛如果就是菩萨位，头先有一个叫做实性，来叫做实住，来叫做实行，来叫做实回向，这个叫做三遍菩萨位。所以金刚经。在第六、第七分内底当中有一段话：一切现象，皆以无缘有差别。这段话在提，甲恁讲讲，
一切颜色，哦，该依无余法。二有差别，这个弦甲弦，哦，有阵时咱伫旁边看到这两句话，感觉讲这两句话那属于儒家的经典文化了。但是伫佛家的经典，伫根本经的经典，因为咱讲看到这两句话，不能够把咱中国这现实甲停留了底。啊，这个弦，这个弦，就是咱咧讲叫做三弦，这个叫做三弦，这个弦叫做十弦。所以三弦就是直接咱今日讲着十主、十音、十回向，这叫做三弦。因为五十二菩萨位就直接开始讲，头前有一个十主，头前有一个十弦，吼、哦，十主、十音、十回向，啊，叫做十地。这个五十二菩萨，五十菩萨位顶格名格，这加这两个叫做五十二菩萨。那因为咱今日讲着一切，因为修海成人，虽然你是已经修得阿罗汉，你嘛证着辟支佛啦，但是你一直爱在行，行啦行十住十行十位哦。因为你讲你爱不断的精进，因为这叫做传法，全咱好早好讲着，全法宽法菩萨。因为谁个不叫宽法菩萨呢？因为因这人，你讲菩萨，因为也未实际证着菩萨。哦，你讲嘛，小乘阿罗汉，因为因已经离开小乘阿罗汉，就跟你讲起，离小乘阿罗汉到菩萨的中，所以这道的，因就爱不断的精进，所以不断用功修行，苦到十足，但是有一个十信，咱何讲？迄、那个十信，就讲你今日你要进入了迄个菩萨迄、那个意境内底当中，你未使有一点仔疑惑，未听一点仔疑惑。所以你有一点仔疑惑，你要证到这个位就无可能证。所以咱当时娑婆地佛大化身的念娑婆地，娑婆地莫作是说，佛灭后后无八会，有持戒受持，无处将无念心信心一处的。这个当时佛在教娑婆地，因为娑婆地颇有众生啊，定如来言说将无念心信心吼，因为我都有一个疑惑嘛，太少的疑惑者，疑惑就害到了。就参照恁今日去，你修一观大法，恁那话当中，你有信心对头行到尾后，就跟人讲，你从车到你终点落车，迄个时阵你有变无？如果恁像你讲，你今日去目标是大法，你有坐车，但是你也无相当的信心，你可能坐到底，他台中没有落车，或者到台南没有落车。为一个啦，是毋是你落车？你一个台北落车可能吗？一些原因你无相信。即回，咱是几年前啦吼，咱一个迄个老亲，迄个叫迄个什么福义啊，哦，去年年底，啊，叫去咱泰国清迈到中国，伊毋知带一礼拜就冻袂了，伊就改变倒。啊，伊伫帮去年年底，伊就伫清迈该拍车，拍车票。我解释倒来，啊，福伊啊，伊语言都未通，对不对吼？伊语言未通，人慢慢的时阵啊，哦，迄个泰语。但是伊甲讲吼，你爱坐到对一个所在当落来，安尼就对啦。到中站那落来安尼对。但是福伊啊，太差中站到唔中站，伊唔知影太差中站到唔中站。啊，伊迄个话都未通，对不对？所以因为伊的巴士倒来以后，先到伊头前一个，因头前一个另外临时站。看人在浪累啊，家己无信心，你听无？因为伊想讲打浪累啊，去人家总站，因为咱干人累啦，啊，唔知讲头前个总站里头前，出门不易啊，伊煞家无信心，煞当溜嘞，迄溜嘞了外路嘞，迄伫遐找我，不当去找着呢，迄派外一个人去找，后边带做到我到迄当时，人新加坡就先，迄阵较早苗栗当经理，甲一个啥物店员师吼。讲伊要到哪，要到机场，讲语言，讲英文，讲呼，啊，不得，讲得去机场，人就驶警车，啊，就查去机场啊。
啊，福气啊，伊两只感觉，呼，迄毋知福气咧，福有啥物意思？所以我毋知福有啥物意思。我咧甲讲，伊嘛听无咧。啊，因为八只，我人伊也袂通，安尼伊就知影咧。啊，因为迄个泰国遐可能较戆啦吼，知无？因为安怎讲？因为伊，伫遐当中嘛听无伊意思，所以伫迄个所在，伫遐找到迄个，甲要甲裁掉。福气啊，我讲呐。迄阵好佳哉，无坐警车去机场啦，坐警车叫机场，毛利润较少。啊，我意思讲，今日咧讲个即毛病，就是讲，咱修学过来对当中，咱即个习，所以你一日伊甲你落三年，你要进三年，一定做习习，习习，习习的内底叫做哪？吼、哦，你一个习习要上级，习主、习行、习无用，安尼五点，安尼是对不对？搁一个十地菩萨，安尼叫做五十，甘妙甲顶甲，安尼心情都无什么菩萨位。所以你头前这个信是不是啊？伊未使解释叫做三年，你听无？换一个解释，伊也无一点变三年的物件。啊，这个三年的物件，就是一直爱从这个开始来信，就是你逐日爱相信。就我拄则讲的，上好伊安尼吼，无相信，啊嘛无了解，因为伊惊我半路就麻烦就作这个。啊！你兄弟姊妹，你修学科内底当中，道真、理真、天明真，这是绝对的物件。啊，前辈才无同我做实在。但是恁个看下，恁一群的弟子，恁你学，你修养一路来内底当中，会是不是？哦，到了一块的车，足可惜呢。一家三十年岁啊，都归零的；一家五十年岁，归零的。你有咧老菩萨讲，还是六十几岁啊？哦，六十几岁，伊呾呐，伊先开始要食啊，先落鱼先加啊，啥物？苦落，苦落鱼先加哟。哇，你电台咧讲，我是苦落鱼先加，你是要讲来食身体健康？三年嘛要健了呢，六十年个情况，五十伊嘛要健了呢。你看呢，有相信无？所以，迄个心动摇，你今日你修下过来对当中，你即条心变到怎样叫做正心？正心是完完，你完全无去迷信，你无去生了迷信。所以今日修学到了这当中，你今日这个物件若无落去了，上面就咪讲，上面就第一讲叫做习住，什么叫做习住？习住叫做安住，什么叫安住？就是讲你这心已经未动摇啊，未动摇啦，是还未动摇。无论什么外道，无论什么。有着什么境界，你就会当动摇着我这个心，叫做安住好性。安住好性啊，所以你看吼，有阵啊拄着境了后，咱心就太过了，话稳啦，话稳你听好无？就开始心变作稳定啦。哦，所以今日咱修学过来这当中，一个方向甲一个目标，过去咱就全部接好，今日。无论用白，哦，无论用走啦，用白，我就是拄着什么逆境，我就是要走啊，迄个我就白。哦，所以你讲吼，咱今日修完过来这当中，咱师尊讲过，无论心多宽，路多长，修多苦，办多难，只要是咱人一道路修得来，会可惜多，拢可惜多呢。讲你修三十年过啊，你修五十年过啊，你当看你的境界。啊，你无拄着境，你无拄着问题，你袂当登上一层楼。你无拄着境，无。